你好，你是我的李先生吗？对，你是李丽是吗？对，我是李丽。你是要去哪里？我需要去河南省。哦，好，在几月几日你需要去？在我的暑假，6月22。哦，好，你有6月22的机票？等一下。我们有。你需要用什么航空公司？我需要用北京航空公司。哦，好，在几点钟你需要去飞机场啊？在5点钟我需要去飞机场。哦，好，我有一个机票是1200块钱。太贵了，你的飞机有食物吗？有三层，有汉堡包、米饭，还有面条。我很喜欢面条。好。你有早饭、晚饭和午餐吗？有三层。对，谢谢。谢谢，这是你的机票。你几点钟到达？在9点钟晚上，你到达。对，谢谢。谢谢，再再见。见，再见。